事啦，準備，我驚啦。咁今次我哋仲有特別嘉賓嘅。嗨。主持人。嗨。咁咪仲有最特別嘅嘉賓就係。今日我哋打咩啊？我哋玩 VR 喪屍 game 咯。我哋打喪屍啊。喪屍咧。哦 ，OK 啦。打佢。哦。好嘅，邊個啊？好彩。係。是不是死了可以反彈的？應該要可以。是啊。Go！ 打喪屍的挑戰者。可以再說一次我們今天有什麼選擇？咁我如果主要玩咧，就都係 Resident Evil 呢只 VR game 啊，日本。啱啱話咪我有嘅選擇係恐怖 game、恐怖 game 同恐怖 game。咁呢只係其實係坐喺度玩嘅 The Others 嘅，玩中人群體嘅。呢一隻咧就喺個喺度打喪屍嘅，另一隻啱先。咁呢一隻就係玩劈忍者嘅。劈忍者。咁恐怖程度呢只就係個體力上好恐怖先得。但可唔可以冇咁恐怖係邊只？冇咁恐怖。坐喺度冇咁驚。四隻都恐怖。坐喺度冇嘢嘅，坐喺度嗰個係中人。玩中人群。我一嚟到唔知完全唔知發生咩事，就要開始上戰場啦，好驚啊！我想做啲乜嘢咧？我想就提示下你哋，即係女鬼而家殺你，我起要殺你嘅時候，我就同你講：喂，只女鬼你。